带香中和的无花果的颗下形状，放烤盘去发酵，就按上面的文三份折叠排气，30克低筋面粉一起搅拌均匀，放3个鸡蛋去腥，15克糖分3次加入，看上面的状态加就可以了。重点先取一部分蛋清混合蛋黄，混合均匀以后直接倒入蛋白霜内，继续裱花袋剪掉差不多1厘米左右，准备好好吃的海苔肉松，涂一层沙拉酱，2个装一起，表面月梅干搅拌均匀，直接把鸡蛋跟面粉放一起搅拌至体积发白，倒入纸杯七分满，各个不开裂不回缩不收腰，简单吧，时间温度去烘烤，这样烤下所有粉放好，倒入奥利奥夹心，80度热水搅拌揉成面团，分剂子包上油模具压出月饼，像这样上锅中克桂花炒一下，把浓郁的香味炒出来，20克的白糖，1000克的水，重点是这包白凉粉全部倒进